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影影的节目又回来了。那今天呢还是我们四个老爷们儿。我是任秋啊。我任之。我是大饼。我是卢米僧。OK, 我们继续来聊我们推荐的电影。那今天呢是任之老师和大饼两个人给大家推荐电影。首先呢我们让任之老师来说一说他推荐的这部电影。Ben seni sevdum, midda dünyalara bildirdim. Ben seni sevdum, midda dünyalara bildirdim. Endirdin kaşlarını, babanı yıldırdım. Endirdin kaşlarını, endirdin kaşlarını, babanı mi öldürdüm? En dereye da al dereden taşları. En dereye oy al dereden taşları. Geçti bizden sevdaluk, al cebumdan saçları. Geçti bizden sevdaluk, geçti bizden sevdalık, al cebumdan saçları. 这个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在《人生的另一边》这个导演是这个费斯·阿金，是土耳其裔。这个费斯·阿金跟咱们年龄差不多，70后，都是70后，70后，73年的。这个等于是生于汉堡。他等于是德国籍土耳其裔，对，土耳其裔。94年等于是在汉堡的美术学院学习可视通信，然后是95年又是拍了这个首部短片，然后是98年是处女作小小犯罪刺激，04年是勇往直前，就拿下了这柏林电影节金熊了。今天08年这是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就是今天这部是戛纳。今天是推荐的这部片子，可见他就在国际电影界屡有斩获，也是题材风格在不断更新。当然他这个主要特征是土耳其移民嘛，还有这个费斯·阿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这个是阿斯特温人。你看那个他对这个其中不引了一个音乐嘛，那个音乐阿斯特温是哪一种，你可以介绍一下。阿斯特温也是土耳其的一个，就是他那故乡看见那个海，靠近那个海边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人不是说那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什么音乐，他那边那海是黑海吗？对，还是那个黑海等于是这个人那都是土耳其的另一边了，到土耳其的东边。片子一开始就说有一个音乐嘛，对，那个是黑海的一个，这个就是实际上他们的老家就离那儿特别近，就是也受过切尔诺贝利的这一个影响。哦，对，他说过这个事儿，对的。哎，这应该是音乐，不是他进那加油站问他吗？这音乐是哪儿的？黑海的。这个曲子也是他的一个核心的部分。但是这个费斯·阿金啊，这个他还是个资深乐迷，他拍过那个《仙乐飘飘》《欧亚桥》，是吧？这个等于就是说，其中也呈现了土耳其的民族乐，跟有点像库斯托雷卡，是吧？对，但他这个片子是一个纪录片，这个是个纪录片。纪录片，对。然后他里边有一些库尔德人的这一些民歌，还有一些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对现代音乐的一个看法吧。
还有 Hip Hop 这些街头青年，是吧？来说说这个电影吧。这个电影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应该说是这种移民电影啊，在这个尤其是德国移民电影，在这个德国应该是还有一个源流，这等于是并不是他是第一人，但是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他是拓展这个题材，这个美学行业，就是还有一个土耳其民族自尊的这种，这个自强意识的这种。还有他擅长这个把这个错综复杂人物关系和这个人物的命运都能展现出来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导演，这个就是说他的一个背景介绍。后来我也想大家这个谁说说这个对这个片子看完以后的一个看法吧。嗯，你先说说你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一方面他虽然是这个一方面是这个编剧的是一个成功。这个当然说是一个被一个肯定，还有一个他展示这种国族家族的矛盾，他采取一种包容和爱的一个态度，这种方式我觉得在之前的好多的影片是没有出现过的。他虽然是非常都是平静的影视，2006年吧，2006年，对，他等于是他最后是把这个国族家族的这种矛盾吧，他整个的他把它通过这个电影就是调和的一个完整。其实我倒是觉得好多欧洲电影最后都归到爱和宽恕，毕竟它有着宗教信仰嘛。对。但是它这个其中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跨越了这个宗教信仰。就比如有一个它这个后边外边有这个祭祀是吧，说是这个杀羊杀掉儿子是吧，说第一开始祭祀要杀掉自己的儿子，他问他的父亲。他是说那个伊斯兰教里边有这个教义，对。但是基那个他这个那个德国的某些也说基督教也有，基督教也有，这就是亚伯拉罕那个献子嘛，一张非常有名的油画。你要看达内兄弟的作品，里边有个叫《他人之子》，也涉及到这个情节。他实际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在宗教一个背景下都能调和的，这个还有哪些东西不能调和呢？他实际上有一个这样一个探讨。我来说两句吧，就是因为我看这片子，首先我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呢？因为我特别喜欢结构，对，因为大伙知道我在豆列上做了一个叫非线性叙事电影的这种豆列，那么这个电影呢是标准的非线性叙事电影，但是当然非线性叙事电影分好多种啊，它这个片子更接近哪种呢？更接近就是伊纳里多，就是那个通天塔那个导演，他这个更接近那个，但是呢又有点像环形叙事，因为他在一开始这个场景就是他去加油这个场景，在片头出现，在片尾又出现了，又出现，他怎么有点衔接，就有点那种环形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呢我在看这个片子一开始其实入戏并不快，因为我觉得是个很闷的东西，土耳其裔的移民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完全没有移情作用。但是后来我看的乐趣都在哪儿？看于它的乐趣在于它的剧作上的这种巧妙设置，它里边太多了。比如说很简单，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它有一个镜头就是从土耳其的飞机上往下运一个棺材，对，在下一段又从往上运一个棺材，又回到德国，对吧？都是在土耳其的机场上。其实它里边我后来看完之后就是在想，它里边是所有的人物都是做了这种对应的隐喻，就是你看主人公那个老父亲是个土耳其裔的移民，他的儿子也是土耳其的移民，然后老父亲因为杀死了土耳其裔的移民，甚至他们都不是移民，那是偷渡客，那个偷渡客杀死了土耳其人被抓进来又被遣返回土耳其，然后他的儿子因为看到他父亲的罪恶自到土耳其去寻找被杀死的妓女的女儿，就因此留在土耳其。而那对德国的母女呢，因为帮助了一个土耳其人在土耳其被打死，然后最后老母亲又来到土耳其，而且老母亲当年又是去过印度，喜欢到这种第三世界。喜欢印度，当时他母亲那个年龄啊，如果推算的话，正好是嬉皮士出生的年代。对，就是也是要和平，对，然后让人，所以它里边有一个情节，对，你先说。我先说完，就是你看，他又到了土耳其去宽恕了这个让他女儿死掉的这个土耳其的女人，所以他里边达成了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看德国人，可能那两个一对德国母女是代表着德国人对待移民的一个态度，然后那几个人是代表着移民的不同的身份，然后在这个国家的一种遭遇。当然他的结局是偏悲观的，就是要不然你就回去，要不然在这儿就是死掉。那么最后唯一一个最后温馨的点就是他儿子去寻找他父亲，在海边坐在那儿，电影结束，
等待他父亲归来。其实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不是爱与宽恕他们才能得到这种解脱，是真正回到生你养你的地方，你的故乡，才能找到你自己的归宿。就是这个最后那个镜头，对，静静的那个坐在那个船上，他的父亲来不来，有对一个悬念。因为我当时是最大感受是这个，所以说你仔细想，它里边所有的这种设计，包括每一个细节都有另外一个细节跟他做对应，比如说。那个老母亲进那个书店，然后他的土耳其女人也来过这书店，他那儿子也来过这书店，这几乎每一个点都有，就是同样一个场景，几个人不同人来过，他不同的那种态度去面对，而且剧作的这个冲设置非常巧妙。说的刚才讲的就是那个伊斯兰教和这个基督教，这个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点，他所以才领悟的去寻找他的父亲，这个是因为他们谈到这个细节了，然后他到乡下去。这个开始寻找父亲，等于是他这个，等于他父亲在土耳其老家的这个海边。实际上，他说这个有这个原乡的这个东西，是吧？对，原乡的东西其实它渗透的，其实后边也有一个当时德国的背景，移民也有一个变化，等于是从九十年代这个等于是土耳其移民也介入这个社会了。这是一代的这个移民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原乡文化和多元文化一个碰撞，就是说。这个费特阿金他就把这种东西展现出来，因为他要展现这种痛苦中的挣扎。对，没错，包括他儿子，你看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已经在德国生活得很好，可是他有个细节，就是他在讲课的时候底下人都在睡觉，都在睡觉。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也不像原来导演，原来导演其实里边有一个情节呼应，睡觉的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在他里边的细节太多了，就是那个女孩，是吧？他等于是原来的一些导演都是感叹移民中的一个痛苦，而且是仰视德国的一个立场和视角，而它是一种平视，甚至它是全知识，而且把它均衡掉了。就是说它开始就是反思这个移民生存的本质和这个表达这个生存体验了，就是塑造这种多重双重文化中移民的形象，就是说也有这个异国文化中的压迫，也有这个在异国中这个就是移民中的就是在社会中异化中的异化，就是说实际他也展示这种被异化的故事，当然说他也有这种自由的渴望，什么从这个对故乡的渴望，这样的话这个费特阿金这部片子的这个特质或者说他的特点出来，因为他不是像原来那种就是移民在这里边怎么受挣扎的，他有这个特点，所以说这部片子他之所以说他后来也拍了一些，是吧，就是说有意大利移民啊，或者是就是这个索利诺，是吧？但是这部片子属于说，它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来展示自己的一个作为导演的一个形态。但毕竟刚三那时候也就三十出头吧，三十岁。这个片子我是大概是这么看，这个片子首先呢，它是带来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欧洲的社会问题。对，我现在可以联系起来。对，就是我们可以想到这个那些偷渡的那些人，然后呢，包括那个孩子死在了那个沙滩上面，是吧？跟这个，因为这个我在欧洲生活过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欧洲特别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就是移民问题跟失业问题。当然，尤其这个移民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欧洲，因为法国我是比较清楚，他那个。你像德国，它可能就是土耳其移民比较多，因为离得比较近嘛，比较方便就过去了。像法国，它更有像殖民地的，对，非洲的，比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包括那个摩洛哥什么的，很多。你像那个法国有一个导演，就是叫《阿黛尔生活》那个导演，赫胥黎，他就是有点类似。费斯阿金在德国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当然他比费斯阿金拍的片子要成熟很多了，因为费斯阿金毕竟，其实这个费斯阿金这个翻译是用，他是一个叫法塔赫，咱现在已经改过来叫法提赫，对，他应该是法塔赫，我们就知道他是阿拉伯色彩的，有伊斯兰教色彩的，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我这看这个片子，我最大的感受是，他那个跟很多法国的反映移民，甚至现在有一个移民电影。专门是什么郊区电影，就是法国有郊区，因为法国很多的那个这些阿拉伯裔的这些移民都聚集在城市的郊区，他们跟社会有一种反抗，有一种抵抗，这个跟移民电影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他回到了移民所来的那个故乡去拍摄，回到土耳其，
然后他那个土耳其移民在德国的一些状况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呢，刚才那个任秋说这个结构我也是关注到，非常有意思，环形结构也罢，还是叙事的其他的一些巧妙的地方啊。暴风骤雨也是环形结构，这种东西啊，僵这种东西实际上不少见，很多啊，很多都这么玩这个，但是也是算是有一些亮点吧。我更关注的是，我认为这个片子它里边有两个边角料，我反而很关注。啊、第一个关注呢是他那个儿子那个角色。在这个他不是大学教授嘛，汉堡大学的教授嘛、嗯、他在课堂上他在讲康德，嗯，讲康德的时候他就说为什么康德当时不支持革命，是因为他革命他是从感性上是支持的，从理性上是不支持，不支持是因为革命是很难控制的，一旦发动这个社会革新的是很难控制的。他在讲这个课，实际上这个绝对不是随便安排的，因为你可以呼应这个女孩在土耳其，她就是她就是抵抗分子，她就是你看最后那个女孩从监狱出来以后，那个还在坚持的不可控制的那个极端分子，啪从她脸上吐口吐嘛。她实际上这个导演是有态度的，她是放弃了，她觉得土耳其，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土耳其的国内的局势和历史变迁，她对土耳其的这些左翼或者是追求所谓的激进分子，他还是有一个不是特别欣赏的态度。对，有个细节就是那个给他衣服是美国牌子，我不穿。对，不穿。包括他里边，他刚到那个德国，这有点追求平民自由的。他刚到德国以后，其实你会看到那个房间，就是那个聚集点，挂着好多像。那个像我没去查，实际上你要查，肯定都是那些土耳其的左翼的。就是激进分子或者是那些主张革命的那些人啊，包括他街头暴动，包括他捡那支枪都是在街头暴动，就捡的嘛。对，他那是一个动因，这个是边角料，但是我很有兴趣，就表现出这个人在德国成长出来的一个土耳其裔对革命的一个认识。还有这个孩子，就是所谓街道上受这个治安也是有也是对这一点，这一点是我关。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片子的题眼在哪儿？题眼可能都不是在最后他去坐在海边去遥望彼岸。案的那个沉思，我觉得那题眼是在这个老太太去到这个她租的这个汉堡的这个教授的那个土耳其的房间里边，她跟那个孩子有一个对话，她就在说亚伯拉罕献子的这个非常正经里边非常有著名的一个经典的一个事，就是他就在问这个年轻这个德国教授，他说那个你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献子的时候，你当时你父亲是什么人？他说我父亲会反对真主，然后去保护我。对啊，然后这老太太呢好像释然了。他为什么释然？他那个会心的笑和那个释然是出自于什么呢？是出自于头一天他一直在他家里边去看他女儿的日记，他日记里边就写我其实很爱我的母亲，而且我的母亲当时她年轻时追求的那些理想，她去印度，他们要那个追求的，其实她是那种东西。理解的冰丝。她两种，她这个设计的非常巧妙。一种是回到内，就是因为她跟她父亲断绝父子关系，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亚伯拉罕献子记，她释怀了，她要去找她父亲。然后这件事同时也释怀了她母亲，把这个女儿。让他女儿不幸死在了土耳其，但是他想，这个老西皮啊，这个他妈妈年轻时候追求的东西，实际上也是这个东西，也是这个东西，就是世界大同嘛，就是我要救助，我要西皮，就是要战，要做爱，不要作战，对，对还是这种，所以这一个东西，我觉得是这个整个这个片子的一个体验，这是特别关键的点，对，对所以导致了。汉堡大学这个教授他去找他父亲，他找父亲，然后那个老太太他释怀了，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对对，一个就是这是我大概的一种意识或者一种想法。因为亚伯拉罕献子这个很多的欧洲导演啊都拿这个说事，就比如说有可能我会在报告堂有机会可能会讲达内兄弟他人之子，嗯，这个是他人之子里边对亚伯拉罕献子这个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层面的解读啊，这个到时候再看吧，到时候有时间再说。OK， 大饼说一说。嗯，这个电影我没太看明白，但是因为是分了中间断掉分了两三段才把它看完，嗯，但是我最有体会就是我就是马上就回想另外一部，刚才那个任之老师也提到，就是《通天塔》。嗯，啊，就很多这个情节设置都很相似，啊，包括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主题啊，这个最后的这个主旨升华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我觉得都一样。我不知道这两部电影，我没查他们，就是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特别哪儿更悲观，他是在讲沟通的障碍。我觉得不是啊，还不是特别一样的。对对对，所以他看法塔赫吧，他还是就是。它实际上其实又得说到时事了，因为欧盟一直在扩嘛，扩到土耳其的时候扩不过去了，因为土耳其一直是想进欧盟，但是为什么土耳其始终这么多年了一直没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申根国或者是欧盟区，就是因为宗教信仰，这个是最根本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扩到很东方，可甚至可以扩到连那东正教的东西都可以，东正教就是、那个、但是伊斯兰教它确实是没办法，乌克兰都很对对对，确实那个是没办法，所以他这个影片呢，最后又用他用的这个亚伯拉罕献子记，实际上我没有查过，也不敢乱说啊，我想在古兰经里边就有这个。跟圣经里边是相一样的一个情节，他就说了就是古兰经，就是古兰经，圣经里边这个，我是不是叫亚伯拉罕，还是亚瑟先祖？我记不太清。他是在这个宗教最原始的经书里边有相同的东西。他就是导演就在说，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宗教，但是我们这些数元的东西是很多共同的人性的东西，对，是共同的。犹太教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其实对宗教这个事儿，我总是不太敢说，因为就是不了解，对啊，这是实话。嗯，很多都是，那确实有相似地方。如果就刚才借着你刚才那句话，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追根溯源都是最根本的，那其实就都不矛盾啊。对啊，那为什么？但是他所以说他那个挣扎和弥合，就想到这个也是非常土耳其移民在德国大量的。你现在去德国，我在德国去过几次。那开出租车的基本上都是土耳其裔，都是土耳其人，但那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对，所以他跟法国还不一样，他是也是法国这个是还是，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一个社会，那法国是移民更多了，移民法，你看光看法国国家队足球队，你就能看出各种的，对，德国还是清一色的日耳曼的居多啊，所以呢，这个移民问题是欧洲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现在这个法塔赫·阿金呢，他其实。也是站在一个艺术家的角度，他是有责任感的，来去冰释一些误会或者是偏见或者是先入为主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他在欧洲来讲，他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这是这样的导演，放在现在更有意义。他这个就是说，你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前两天看那个《半岛孤儿》是吧？啊，对。他实际上是把三种意识形态，同时一个民族，却是三种形态全展示出来了。嗯。这个和这个宗教实际上这种弥合实际上难度反而显得更大。对啊，他但是这个说的这个移民或者是说的是怎么是新移民是怎么样的话，实际上它很大程度上有宗教有各种原因的这个来影响这个弥合，但是这个导演试图来是什么呢，来把这来解决这个弥合是吧，他用了这种所谓爱回归的这种是吧，或者是这个理解和宽恕是吧，因为第一开始他的母亲对女儿的好多想法并不理解嘛，通过你说的那个算影眼是吧，把它解释掉了，就找到了那把钥匙，找到那个钥匙，每一个影片都要找到那个钥匙，就跟十三行那个也有一个钥匙，对啊，这个狼在对门也是有个钥匙，这个也有一个钥匙，所以说这个钥匙就是在窗前，我认为就是他们那个对话。对，而且就是说这种土耳其这个不光是说这个，还有这个库尔德裔的问题。他库尔德裔他也是身处于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之间，那是另外一个大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也有一个土耳其女导演专门展示这个。但是说作为一个导演的特征，或者是这个像那个任秋那个研究韩国电影这种南北韩的冲突意识形态的是吧，也是非常之多，这也是电影导演所要涉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题材之一。我觉得就是说作为一种题材，然后后来我有机会讲那个东德西德，他也有这种题材。土耳其现在这个就是他本土这个西兰的这个出现，确实也是非常非常，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导演啊，有机会可以讲讲西南土耳其的土耳其本地他的这个出现几个优秀的作家或者导演，哇，这个西南非常厉害，对啊，对，有机会可以聊聊。然后我说一句吧，就是因为我看这电影的时候，其实宗教的东西我没真没往太深里去理解，我就是从镜头语言上能感受到。你想想这个片子出现了三次。就是真正是景色的那种镜头，就是类似公路片了。嗯，那都是他儿子驾车在土耳其开的时候，片头第二次他回到土耳其以及片尾，没错，就是美景如画。你可以看出来，真正的导演对故乡的一种感情。他用那个歌，其实对，他故乡歌手的那个正好配的音乐就是那黑海那个音乐。对对对，好多镜头我觉得还是挺克制的啊，挺克制，特别那个要放出来。必须要对，所以从镜头语言能感受到那个导演对他故乡的一种热爱，能感受得到。对对，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归于故乡的那个主人公的心情平静。当然，你说的宗教肯定是一大原因，但是其实故土也有很大的一个因素，我是这么理解的。再就是在这种多元的、多维的这个几个人物的塑造或者结构家庭中，他很好的能够把它结合碰撞起来，然后到达一个应该是谅解或者是理解。实际上他在通过电影其实有点上帝视角，他把这解开了，实际上这个问题实际上没解开，其实一直存在， 也是一直存在的，这就是这个电影矛盾和纠结的地方。就跟咱说的那个半岛孤儿啊，他实际上他这个为什么比这个要稍微低一格，它只是一个展示，一个展示，就是他没有一个解决的钥匙。你能做到尊重并共存，这已经非常伟大了，更不要说就是互相理解了，对吧？对，能尊重已经很难了，已经很难。对，就在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就是我就不能理解啊，这好像这种很激化的矛盾摆在那儿不可，怎么往下来。啊，结果就一点点儿，他就是说把那个问题给解决掉，所以很自然。对，其实还是很欧洲范儿，很欧洲范儿，典型的嘛。对对，好 ，OK， 那这个电影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下一步呢，我们下一步得聊一聊这一部从欧洲来到美国。其实美国这部片很欧洲，反正欧洲这部片要差一点。哎、我跟你说，这个片子我真有的聊。OK， 这个是大饼来推荐的，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不知名的作品，很知名，很知名的片子叫《天生杀人狂》，好吧？大饼来说一下吧。1994年推出的一部电影，其实这个导演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这部电影我看了很多遍，因为要做这个节目我又看了一遍。我最开始看了几遍都是在2000年左右吧，可能是98就记不太清吧，哎，当时没别的，就是视觉上很爽，很刺激，看嗨了，而里面有很浪漫的爱情，很到极致啊这个一会儿可以剧透的时候可以说怎么浪漫，没事，随便剧透，就经典电影，因为这个电影相对比较老一点。对，然后但是那个我最近在看，就是
前不久再看了之后，可能这个注意力要转移到那些其他的那些角色的身上，以及他的一些镜头去，不是很之前啊一闪而过的那些剪辑的，剪辑太厉害，剪辑真的很厉害，很多地方有藏有大量的这个象征的隐喻的东西，或者说干脆就直接出来了，但只不过就是跳脱这个情节之外的一些背景的东西，都就是信息量非常大啊，非常大。我觉着咱可以去一点点去找一个线索去捋一捋，然后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出来，一下都说出来，我靠，太难了，有点太难。而最开始的时候啊，我再声明一点，我是觉着应该是我打头阵，把这部电影先抛出来，人家很啊气氛一下起来了，再说那些闷一点。结果他们说不行，你那部电影好像包含东西太多，好吧，那就放到最后。我想听，其实我也有一点这个自己的想法，就是想听他们相对专业的啊这些老影迷们他们对这部电影的一些看法，因为我从来没跟别人交流过这部电影啊，就是这样。OK， 你们我先来，你先来吧。哦，这片我看嗨了，看嗨了，太棒了！我以十几年前看过这片子，但是我没有像前两天在看，我看真是看嗨了我了。强烈推荐，这是我真是能够进入我最喜欢的影片的行列里边，能排到前几名，我太喜欢了。喜欢在哪儿？首先，我觉得这个影片，它里边对镜头语言的使用是颠覆性的，颠覆性，对镜头、对电影本体的都是有思考的啊。其次，它里边的就是先从画面上说，它那个画面真是不像正常人，就像吸了大麻以后的那种，需要高速的去运转。对，我太喜欢了，晃动似的。对，这真是一个影迷电影，我就太喜欢，就是它那个。我大概数了数吧，一共是2000多个镜头，整个一个片子2500个镜头差不多。然后里边的用的各种的这种不同的，里边有这个动画片，对，里边有有肥皂剧，里边有这个记录影像资料，影像资料片，有黑白，对，有彩色，对，然后有那个 Playboy 以前经常用的那个花花公子里边那个女郎的那种灯光的那种影像，然后有滤镜。加的非常极端的，比如绿色镜加的很多，红绿镜，哎，炫技上红绿镜，哇操，加的就是太猛了，这个片子就是，但是一点都不乱，一点都不乱，一点这个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个音乐用的上来，莱昂纳德科恩啪一扑，对，来吧，里边有各种我喜欢的音乐，在里边全部都在里边啊，全部风格。首先就是这是还是比较浅表的东西，就是画面啊、音乐啊，是好像是一个大杂烩，但实际上不然。这个影片非常深刻，而且它的这个不管是故事性、情节性，包括它要所叙说的事儿，它的表达都是有非常深的利益的，对啊。那么我先交代一下这个片子的背景，这个奥利弗斯通啊，这个我相对来讲还是了解一点啊，因为他是美国的大左派，美国的左派导演，他拍的东西很政治化的，非常政治化，包括他一开始拍的越战三部曲，那个野战牌生于七月四日，包括天与地啊，这三部作品，而且他亲身就去越战战场上打过仗，而且是3次，他来回进入越战战场3次，所以呢，他拍的影片从越战三部曲还是拍那些非常有名的典型的政治人物，包括肯尼迪、JFK， 对，拍过尼克松，对啊，拍甚至拍世贸大厦，他都是很政治化、很左派的，很有社会责任感，很跟这个社会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联系的这么一个。他前一阵有听说想拍毛。但是呢，就是可能想让姜文演，后来可能没过，估计现在也不时机也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一个非常左派、非常有介入现实的、介入历史事件的这么一个导演。然后呢，他呢是跟马丁·希克塞斯混出来的，他是马丁·希克塞斯的助手。又得说一下美国电影了，美国电影我们现在主要都是看的好莱坞的片子，好莱坞那些大片啊，但是我们其实没很多就是没太关注，其实美国电影的生态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对啊，美国电影呢，它跟那个你比如说奥利弗斯通这种人，他就是一个美国的独立电影导演，而且还经常进入主流，
视野的这么一个导演。你像一个我们一说美国电影，就是斯皮尔伯格、卡梅隆，包括这个卢卡斯、乔治·卢卡斯，这是一批新好莱坞。这是一批出来，这帮人就是属于在美国做那些票房大卖的片子，然后去来挣外汇那些片子。但实际上，在这个美国，如果要把美国电影的生态做一个火箭的话，那个助推器可是一些独立导演，对，可是乌迪·艾伦，可是贾木许，可是奥利弗·斯通，可是大卫·芬奇，可是这些人啊，就是美国的电影生态，这个火箭长起来，他那个助推器。都是底下这些有创造性的，甚至有实验色彩的、有挑战性的这些导演，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那么再说这个奥利弗·斯通，他虽然是跟马丁·希克塞斯出道，马丁·希克塞斯从影史严格意义上来，他还是一个经典导演，虽然是新好莱坞的代表，但是他还是比较他的镜头语言使用各方面还是比较走。经典好莱坞吸着经典好莱坞的奶长大的，这就颠覆了。对，他跟那个就是大卫林奇他们还不一样啊。当然，马丁希克斯辈分也比较高啊，跟那个就是比岁数年龄比较大。马丁那个奥利弗斯通是四五四六年的，大概是六十不到七十岁啊，就是稍微年轻一代的。他们呢，我对这个片子先再说点八卦。这个片子我是大概知道的八卦是这样，因为这个片子非常非常有代表性，是昆汀塔兰提诺的编剧。昆汀塔兰提诺在编完这个剧以后一直想自己拍，但是他当时因为还是毛头小伙嘛，他驾驭不了这个题材，这个题材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嗨比较飞，而且也比较那个体量比较大，他找各种投资商都没法给他投钱，他只能拍落水狗。嗯，但是呢他也就是忍痛把这个片子让奥利弗斯通看见，哎，我想拍你这个，这俩就开始合作。这个片子也是这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第一次合作，是最后一次合作，一下就谈崩了。这个片子拍完这片子就崩，所以你这个在这个片子里边为什么崩啊，我跟你说点八卦。但是拍的不错呀，我待会儿跟你讲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小坤呢，他是属于什么呀，他是属于这种他做的电影，包括后来的杀死比尔也好，还是这个什么被拯救的这个 Jungle 什么等等，他实际上是有点已经他对电影有点这种玩具式的游戏式的这种去做电影，它其实更多的是后现代了，它已经进入后现代。后现代的有一些特征，比如说拼贴，比如反讽，对，比如说这种致敬，它都是驾驭在人们已经对电影的这种有具备一定知识的基础上，再拿这些东西再去建构，再去组织啊，它是玩游戏性的东西，它不要意义，它玩的对，它不要意义，它是更后现代。而奥利弗斯通是什么呀？奥利弗斯通是左派的，他要意义，对，他要反思，他是要我做出这个片子来，是一定要痛斥这个社会，要对 对, 对，他是，所以这两个人一结合，就特别这个作品有些拧巴的，既能看到奥利弗斯通的那个意义性的东西，又能看到昆汀塔兰蒂诺游戏戏虐性反讽性的，就是有很多拼接性的东西都在这个作品里边集大成，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这八卦是什么呢？当时的那个低俗小说跟这个片子几乎是同期的，两个人都在欧洲做推广，然后呢到各大城市去做巡展的时候，这俩人经常能碰见，但老死不相往来，说然后但是昆汀吧，他因为那个影迷比较多啊，因为好多年轻人都喜欢他的电影，他就经常会找一些年轻人啊去来骂这个奥利弗斯通，就抗议你这片子拍太烂了，把我这本子给糟蹋的都够呛，你知道吗？对对，都到这种，因为昆汀那种人也是性情中人，都玩嘛，都互相骂互相打。奥利弗斯通其实以前在拍这个片儿快崩的时候，就给昆汀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个就是你是喜欢暴力没问题，你暴力美学 OK， 但是你是一个小孩儿，你不知道什么是暴力，我上过越南战场，我上过三次越南战场，我看见过人是怎么死的，有点说教，你最多你最多也就是录像带录像厅里边让人打个架，然后看见就是真实中的，或者人家偷你个盘录像带，所以说你们做的那个东西啊，
不叫 film， 你们那是叫 movie， 我做的是叫 film， 你跟吴宇森他们玩的那个暴力美学，那叫 movie， 相对在西方语境里边就是稍微差，没有严肃性，没那么高了。我们做的是要做 film， 是要做电影，严肃的，就那种。小坤才不吃这一套呢，小坤说是你那叫，我这才叫 film 的，你那个我就玩我的 movie 怎么了？所以就是从这儿就开始崩开的。这个片子，回到这片子本身，我是觉得有点集大成，虽然有点完成度没那么高啊，但是把昆汀·塔兰蒂诺跟左派跟一个后现代啊，其实这两个人都挺厉害的。对，因为奥利弗·斯通是还是玩经典的，他还是要叙事，还是要有这个意义，还是在找这个的。而昆汀完全放弃了这些东西了，我就是要游戏拼贴、反讽，甚至这个嫁接各种各样的台。你看昆汀的片子，昆汀片子咱有一期可以再专门聊一下啊，就专门玩这个。但是这两个人谁都不入，一个是走的后现代。一个是走的现代，但都是顶尖的人物，对啊，都是走，然后拧在这一部作品里边，你就可见这个作品啊较着劲出来的。所以我就说这个非常棒。他大概我数了数他的那个镜头所使用的视角啊，已经超过了大概得有十来种。对，这个就是包括刚才说的什么黑白彩色，什么各种偏色镜，包括动画片的使用，非常棒。为什么这么用？那涉及到这片子本身了。其实奥利弗·斯通他是有想法的，为什么在任何的场景里边永远都会有媒介媒体，对，他就是对那些充斥着这个人们生活中，就像现在中国一样充斥着那些泛娱乐的那些暴力的或者怎么样那些东西，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这种谴责啊，社会是对。而且呢，但是昆汀也玩了，就昆汀他玩的是什么，上来介绍他们背景的时候，一定要有肥皂剧哦，对，一定要有我喜欢的东西啊啊！其实那肥皂剧其实反而又给这个片子增色，它也有讽刺的效果。你看他那个肥皂剧怎么叫我爱马尔林，就是马尔林，他就在里边，你看那个其实那故事很残暴的，乱伦啊，对啊，父亲在虐待女儿啊，但是观众们在干嘛，在笑啊，这多讽刺啊。其实既用后现代的方式，又能表达奥利弗斯通左派的那个意义的那种方式，很好的把它结合。这种片子里边这种段落屡屡太多了啊，太多了。我一下没搂住，你们再说，然后我待会儿再一会儿我再搂。就刚才你说到这个媒介，就是我也感受到它到处都是媒介，它而且它不光出现在媒介，比如说它在旅馆里几场戏，它是电视里在放一个画面，窗户还在放一个画面，窗户变成一个屏幕，但是里边放的画面呢，又是他内心世界的一些东西，不光是媒介，还有他内心世界的一些东西，有野兽，有动物世界，有童年阴影，哇哇全给你扔在里边。这片子剪辑太牛了，这剪辑绝对。对，是教科书。对，尤其一开始那个场景，对，啪啪把手指头切下去，然后那个探长什么的，当就是特别快速的那种剪辑，而且叙事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还记下来，我比你在之前一开场的剪辑，啊、你看他接的就是说一开场，他那不是一开场啊，你说那个动物是吧？更早是先是一头猫头鹰接眼镜蛇、啊，然后接咖啡的特写，然后接一个大红色滤镜下一个大的集装箱卡车，上面写着 Santa Fe。三特比我因为很熟悉那邦交卫的一首歌嘛，是但是我不知道地方可能是一个某一个地名美国的，然后他哗接过来就是电视里的肥皂剧和恐怖片接一块了，对，然后你再拉出来一看是在咖啡馆放的电视，对，有很多小坤的东西，对对 对, 对，然后再出来之后跟路边咖啡店一个特写，然后变成黑白景色一个大的路那个交通，对，然后这才进入你刚才说的那对咖啡馆，对，前面那个东西啊，我说这些东西十秒，前面东西它上来就铺垫是什么呢？它为什么有很多动物，有很多什么响尾蛇呀什么的，这种东西它就是说，在我们现在所谓看到的文明世界里边，实际上这些动物的都是那些很原始的东西嘛，都是那些野蛮的东西，其实充斥着文明的社会，对，它那个充斥着文明，所有出现的动物，要不然就是在交配，要不然就在杀戮，对，就这两种情况，没错，兔子是个例外。啊，兔子代表是欲望，是他的，是应该是那个这个男主角这个米吉他的一个噩梦的一出，经常他说是出来，但是兔子在西方一般都是能代替欲望，嗯嗯，对，嗯嗯对，所以呢，而且就是刚才谈到对媒介的这种痛斥啊，这种也对大嘴巴一个劲儿扇那个媒介，最后一般这种其实他那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新好莱坞啊，实际上有一个片子叫《邦尼与克莱德》，嗯，这个片子实际上就是当时我如果没猜错的，奥利弗斯通肯定是借鉴了很多邦尼与克莱德。
也是这种杀手，连环杀手。对，然后两个人在路上，他有点公路片儿，有的就翻译成雌雄大盗。对对，雌雄大盗。所以呢，他肯定借助了一些经典好莱坞的，就是新经典好莱坞的这种东西，新好莱坞的。所以呢，他在构建他对媒体的这种痛斥啊，是一点都不留情面的啊，毫不留情的。包括这种片子，一般按照经典好莱坞叙事的话，那肯定这两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后这俩人肯定会落入法网，是吧？结果这俩人呢跑了。跑了以后，最后要干掉的是谁呢？最后干掉的还是媒体啊！就是虽然那个媒体那人已经怂了，虽然就是说，哎，我都跟你们都差不多了，我都给台长打电话了，我说你们虚伪，我这是媒体。就是当时采访的时候，这个人这哥们儿就是坐了一年监狱啊，他说了一句话很成熟，很哲学，就是我真实的一秒比你们虚伪的一生都要有意义。这是经典台词。对，我就是这个题眼，你知道吧？所以。最后他痛斥的就是这个媒体，就是这种矫揉造作泛娱乐化的没滋辣味的虚伪的这些媒介。对啊，然后不最后打打打有一枪还把他打，然后队长的逍遥而去啊，这就是这影片太嗨了。我是看那个时候特别注意看了好多，就是以前没注意到细节，比如刚才接着说那旅馆上他们两个做爱的场景，绑一个人质然后在床上做爱，他们同样是电视和窗户两个屏幕，我看了看，仔细看了看里边都放了什么东西，给你看一看，斯大林的特写，希特勒的特写，对，动物世界交配的特写，后边是美国电锯杀人狂，然后接着是儿童被虐待的衍生，德州电锯杀人狂，我看到那么几个，我的仔细看，大概那么几个，啪给截一块，特别快就过去了，然后两个背景是两个人在那做爱，对对，这个我想起来那个高老师在《小虫奇谈》里说到这个德州人民很彪悍，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也是取景于那，但是。它是架空了一个时代，但是我觉得就是里边大伙可以聊一聊，他们就印第安这一段到底他在想。印第安就是这个，他就是想，就是他的唯一里边一次救赎嘛。对，就是他那个，就是这两个人，这个雌雄大盗吧，他们的家庭生长背景不用看也知道，很痛苦，非常非常悲哀，又乱伦，那男的也肯定也很经历，他但是在闪回里出现的，所以他在一开始杀人的这个连环作案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有心魔。是这个家庭导致的，他心里边是有魔鬼的东西在。当他碰到印第安的这个情节以后，其实是帮他驱了魔了，所以他特别后悔，为什么还要杀那个？他这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因为驱了魔以后，他就可以那个恢复一种所谓常态，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还是，他还是因为这个。比较狠吧，我也没太想得通，因为我感觉应该这个人可能不会再杀人了，就是还是被杀了，对，所以他就是一种对这个社会还是有点不抱希望。但是这俩出来之后就是落荒而逃，从那个帐篷里，然后背景出现了一首这个咱们中国的也是里边这个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建议听众啊去下这个电影原声，太经典了，真的，这一下我就被两个非常有音乐品味的这个导演合作的一个片子，小坤的音乐品味还不错，对，然后奥利弗斯通也还不错啊，这两个选的电影原声，对，这里边比较有名的我知道的有大概这么几个人，那个莱昂纳德科恩，然后九寸钉啊，古典金属代表，烟枪牛仔，那种加拿大的民谣乐队，那么曾经翻唱过《左小诅咒》的《我不能悲伤坐在你身边》，这是中国摇滚唯一的被外国人翻唱的歌。另外还有鲍迪伦，那就不用提了，对吧？甚至刚才说还有沙菲明，还有一些我不太熟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有一首歌，那旋律非常熟，就在那个 Snatch 里边，就是或者是不是坑蒙拐骗，就两杆大烟枪里边用过一段音乐，也是用的这个奥利弗斯通的这个天生杀人狂里边的音乐啊。对，所以这个真是盛宴，这个片子给我感觉绝对是盛宴，而且。还是有表达，有对这个社会深刻，因为这个奥利弗斯通更多的我觉得他有点，因为他是早期受戈达尔影响特别特别深，他深受影响的两位导演，一个是戈达尔，一个是布努埃尔，全是那个欧洲的对电影本身有思考的，或者是有点非常非常艺术化坚持的这种导演啊，但是他又是跟马丁西格塞斯出道又跟美国的经典电影的一些或者新好莱坞电影的这些老艺人出道，然后又吸着欧洲这些
最先锋的这些人的血，这个啊、所以这个很难得呀、啊。这个导演，所以我再说一说我记忆深刻的一些点吧，其实挺好玩的。一个是那个米吉被第一次被逮起来，就是他去杀完没杀，就是被打了那个他那个梅勒尼的父亲之后被抓起来了，嗯、然后从那个监狱跑出来，那龙卷风来了。那就是西部片儿，哎，看这个西部片儿，他就跑出来，对，奔向龙卷风。然后之后呢，你看，然后那个会接着呢来到采访呢，就是那个乔布斯唐尼演的那个叫什么超级采访，一个然后他的片头是侦探片的片头，对，完全是那侦探，这就是小坤喜欢玩的，你知道吧？就是拼贴后现代。然后最后还我还印象特别深一点，就是他们在采访的时候，在监狱里做那采访，然后那个米奇不说嘛，就说是没有人是无辜的，人心中皆有恶魔，唯有爱才能驱走恶魔。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出来一头北极熊，对，那个、北极熊对，那是对，那北极熊就再往前推。拿可乐，可口可乐广告上了吧？你不是不是？我不知道，还搞一个太肥了，你太肥了啊！他这个就是有点天马行空，不停的颠覆又颠覆，不停的颠覆啊！对，这个是具备就是。真是当代电影特质的一个片子，他是把这个他不是传统的那些叙，他人家其实他完全就是不玩叙事都没关系，不玩叙事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片子就是纯做这种实验。但是奥利弗斯通还是比较还是有点老派嘛，他可能其实他叙事做的也不错，你比如说他这三条线压着一点没问题，一是雌雄大盗这两个人，再加上那个记者也出来了，记者当时就在前面铺着线，还有那个侦探，对，那个侦探也是在前面也出来，然后包括那个监狱长啊，监狱长，所以这几条线其实铺的安插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非常的那个合适。其实这也是我喜欢的，就是我其实相对来说我不太喜欢昆汀的东西，因为太飘啊，太他是比较对，因为就是理念比较现代，我要意义，我追意义，所以对昆汀的东西就好玩，不会太喜欢。但是这个东西他就把这个东西有机的结合到一起了，对，这是非常难得。其实我刚才说，刚才我看到了，其实那个米奇是有他是杀人狂的受害者，另一个杀人狂在路上随便杀人的时候杀了他母亲，他就在路边，他看着他母亲被杀死了，所以变成这样。对，所以都是不幸的家庭。对，这是电影里边非常小的细节给你的。对，而且就是其实他就说一个简单的一个点，就是这个杀人狂，包括在美国这些连环杀手，当然有一些就天生可能就是心理有疾病的，对，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就是这个社会就是家庭带来的这种创伤导致的这种心理的问题， 对吧，它里边都有涉及。就比如说那个梅尔，就是那个女的，她家里边是吧，那种家庭那种环境下边那些子女，你不用想想也知道，可能心里边会有巨大的问题，是吧？去压力，对呀、啊，乱伦什么里边这种东西，对，再加上美国这个枪支泛滥，所以可以让这个扭曲直接变换成这种暴力，对，很容易。其实还可以再聊聊暴力美学，对啊，暴力美学、这个、是这样，暴力美学吧，我是坚持两个观点。第一个呢是暴力美学，它实际上不是美学暴力啊，它不是美学暴力。其实有很多那个以前的这个比如说苏联的很多这个影片，它实际上是比如说这个叫那片子我忘了，它其实上里边有很多它是反对暴力的，但是它是用影像的暴力去来反对现实中的暴力，那是美学暴力。美学暴力其实我觉得更可怕，你明白，包括希特勒的东西都是美学暴力，但是暴力美学不一样。对，暴力美学首先第一点是必须得在法治特别健全的环境里边才会出好的暴力美学的东西。你要是在比如巴西的贫民窟，你要做暴力，那就直接就乱了，那整个人们就掀起来了。你必须得在比如说像香港这种地方法治很健全，人们相对都很文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都是保持着一定的这种吴宇森，对，就是他是包括日本也有暴力美学，日本的暴力美学，人与人之间啊还是很文明，法治很健，人们很相信这个社会。我不相信就是说你在一个特别混乱的地方你还去做这个暴力美学的东西，我就相信这导演不敢，他必须得在特别文明的地方才会出产这种土，有这个土壤才会出产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暴力美学，因为我看那个日本电影嘛，就北野武也是暴力美学，对，他非常刻三尺同时，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展示的这个过程中啊，他无所谓正义非正义，嗯，他在展示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处的一个状态啊，
当然说像刚才说《天使罚款》有一个压制，但是它展现的是一种特别隐性的那种，并不是让他觉得这个冲突特别的这个强烈。但是北野武的这个像花火，它实际上也是一种释放，但是它这种释放是什么呢？有一种人性温暖的东西，就是它的特质是把人性温暖和暴力结合起来了。有点像吴宇森放鸽子，对，不太一样。暴力美学是这样，暴力美学它实际上是通过电影媒介，它把人类原始的一些欲望给你呼应，能够在你的这个影像的符码的代表下能够给你呈现出来，让你看着很过瘾。不，它不光要呈现出来，还要美化它。对，还是美化它。因为人的这个最原始的一些欲望啊，你是在正常的生活中是很难有机会去把它放出来的，人的最深的一些深层的一些，所以这些影片，你包括那个昆汀·塔伦提诺，他是所谓成的暴力美学的一些一波啊，延续的这条，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玩这种东西，就是在一个社会环境土壤可以允许的情况下，我做暴力美学的东西，实际上能够在对观众啊，他可能有一种比如过瘾啊，或者把他最深层次的一种原始的东西。你看昆汀的东西不要想意义，看昆汀塔伦蒂诺的东西，后现代的东西啊，不要想简单的意义啊，他是更多的，对，其实后那就涉及到后现代又很复杂的东西，以后再说啊，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说这个后现代。北野武这个属于什么呢？他你看那个大佬里边，他有一个就是说最后不是在那个餐厅里嘛，当当当打一堆枪，摆成一个死字，哎，摆成死，不是说这个，就等于是临走了以后，让那个另外的一个兄弟走嘛，最后把钱全留给了他，他总是留下一些柔情的东西，像《花火》里边，他也是，就是说他虽然是一个自己这个一个反抗吧，作为一个警察和匪和他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是要陪自己妻子一个去。特别心仪的一个类似于雪国，就是有下雪的地方，来满足的一个心愿。他这个种就是说，不是像那个谁，就是好多的那个暴力的，就所谓的一种酣畅淋漓了。他还有就是说，他要展达一种比较这个复杂的情愫。虽然说他也是这种咣一下，他没有坠语，他属于是干净利索。对，他不是像这个谁一样，像昆，他还用很多的方式，就像吴宇森。他还有就是类似于这个欧美的，他的好多的基本上都是一种情节在那儿，就是干净利索的推，对，推完以后截制了以后，哐，你感官到了，一方面感官也满足了，也略微有一些思考，意义是处于意义和无意义之间，他是这种，突然开始，突然大海，他还有一种日本的大海这种空网的，对，就是这种迷惘的，让人家有一些这个。往远处拉的这种，刚才你还说这个有另外这个新闻媒介的这个，就北野武还参与了一个叫《不要滑稽杂志》，这个片子反正推荐给大家，也是讽刺媒体的，其中一个电视人，借助什么歌舞伎厅采访这采访那，游刃有余的这一样的，没想到自己也裹挟在其中，对，也是这个讽刺媒体的片子很多，你像我以前介绍在那个当代电影上也介绍过一个。叫马丁·卡索维茨，对，马祖·卡索维茨，他就是在早期作品都是讽刺媒体，都是讽刺啊。但对电视的思考，不要华语杂志，他是万花筒式，是通过这种对喝的异类生活，他全部介入，然后这个媒体人原来是他站在一个也是猎奇的一个立场，到后来变成了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个被裹挟的一个人，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媒体的这种冷漠和阵痛，就展示出来了。对，所以说这种奥利弗斯通下一部作品我也很期待啊，是斯诺登。斯诺登啊，他在这儿又开始，这个也非常有意思。他就是这种导演，他就是这样。他还是有这个需求，明白意思吧？他就是玩这个。他还是有这个意义的需求。对他还是做一些非常典型的事儿。你看做这些什么，包括肯尼迪啊、尼克松啊，包括这个太左的也，还是他是左翼，还是有些左翼。美国的左翼，他跟美国社会很多东西是不入的。
格格不入的，因为美国还是一个传统，还是一个偏右的。他有点这个，有点法左。对，他更像一个格拉尔那些，更像一个格拉尔，更像一个艺术家。所以对我来说，艺术家对这个社会的批判。对，高里边斯登更喜欢的，除了《天使杀人狂》之外，更喜欢《U 型转弯》。U 型转弯。对对，其实那个。U-turn。U-turn。其实他那个就不太像一个特左的东西，是更像一个黑色的电影。对对，有点像柯恩那种感觉。嗯。那就再就是《越战三部曲》，越战三部曲，再往后的其实太，就我觉得太左了，就有点超出我的这种接受范围。对对对，我很喜欢，我看着很嗨。对对，他确实为了政治有点太过了，就对。他就是什么呢？是对始终对这个所谓的美国的主流政治吧，提出一定的这个反思，还是。他要找平衡嘛，就是不是光是被那些美国的政客所来控制的这个社会，他还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要有我的立场，跟你们不一样，我要提醒你们，你们别臭来劲啊，就是那种。那个在咱这讲不是还有一个日左，是那个柳亭光男是日左啊，对日左日左，你看咱放的谁是加缪，他不也探讨嘛，嗯，对，他还探讨日本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他实际上也有这个追索意义的。你看这个日本也还有一个类似于远雷，他就是一个农民，那个土地怎么被吞并，十九岁地图是那个中央电视，那等于是一个类似于在东京打工的，就是一个学日语的想怎么着给人家那个投递那个类似于送报纸，然后仇恨受压抑啊，就不断的打骚扰电话，然后这个画这个地图，哪个人对自己友好一点，然后哪个人对人就打叉，就这种是吧？还有那火祭，不都是啊？就是这个当地的这个渔民和这个祭祀一个节。日本左翼其实出了好多特别出了不少自己，对对，包括那个甚至大岛主他们，大岛主都是左，都是偏左。然后回到这个推荐人，推荐人说总结一下，说了这么多，我们是高人说了，对，那个其实有的时候我觉着我说一下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有电影确实它有很多的所谓的意义，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剥离到一些意义去，单纯的抱着一些单纯的态度和这个愿望去看一部电影，可能能收获的更多一点，或者看得更深刻一点，嗯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这句话。其实我的态度是一定要放空自己去看一部电影，对，就是这意思。放空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意义，但是我喜欢意义并不也不是说一开始有意义，是看完之后觉得它有意义，它才有意义，对吧？有没有意义都是自己说的。那当然，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观影还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去感受它。这感受它，其实咱们可能作为影评人给它产生很多意义，就跟这有可能人导演并没想到，这是很正常，这是很正常。但是从某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我跟任秋雨共同点，就是发掘这个社会和人性对于个人对于这个多维的一个碰撞，就是说它其中的蕴含的这个人文的这种特质，就是说，比如说咱第一开始说的这个。就是法塔克阿金那个是吧，还有就是十三郎，其实这些片子也都有一个对人生命的一个关注，就是一种甭管是人文关怀还是这种碎片式的，还有说这个给人一个投射和碰撞，对，这种自然碰撞的，比如说你超乎它意义之上的一些东西就有可能就反意义，因为这你的解构再多就跟咱解构很多其实就会限制一个无意义，但是说如果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感同身受触动的东西，那就这个影片就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我觉得这个意义和没意义，没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就是也是一种意义，知道吧？就是说你说这个他是这个回到了天使杀狂，天使杀狂就是这种，对啊，他所以说这个电影导演各种类型给咱们提供了各种的这个盛宴，对，所以说。至于你遗珠之也，对，你想挑哪块儿，你想看哪点儿，对，这就是电影好玩的地方。对，我们各取所需。而且这个电影这个多维阐释或者多维这种角度，这个电影的意义就会越多。对，这是往往就是产生了这个形态，所以说咱们会这些影片解读这么多。对，也是就是你自己可能知道的越多，了解的越多，你可能阐释的就越多。所以说呢，归根结底还是要多看点书。还有可能这个说什么呢？他实际上刚才咱说的，其实好多是文本意义上。他说这个狼在这个对门唱山歌，实际上他是
从很大程度上是从人和人本的这个角度上，嗯，你看十三郎也是，对他这个，这就是电影的多元化，电影的多元化，就像有侯麦这样的人，有大有小，又有疙瘩这样的，是吧？对吧？他都有一个灵魂背景，就是说要努力的在片子中，嗯，就是说构建出一个灵魂上的一个能够沟通的一个背景，像那个发达和阿金那个，嗯，他构置的那个背景实际上就是族群矛盾的，嗯，或者是移民的背景。所以说这个天山狂，你总是他给你最大的一个应该是投射吧，其实就是在那个就刚才不最开始说了嘛，就是在我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他就需要有一个发泄的一个出口，嗯，天桥看到那个电影很非常很酷，对，他就是你要是比如说那个我想回想我第一次看这个的时候，他就是嗨，也是一种嗨，但是我现在也嗨，我觉得我现在这嗨比那个嗨还要嗨，你知道吧，就是另外一种嗨。他是什么呢，有一些电影得归零，对，得不断的归零，然后你再不断的去看，嗯，看完以后这个你在回归的这个感觉和你的判断就变了。没错，好电影都是需要重复看的。对，所以说这就是最后说咱说的这遗珠之作的经典意义。对呀，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挖掘出来，让大伙儿没事再看一看。这也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哎办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核心的东西。对啊，不仅是要拓宽，而且能够往深走，尽量往深走。对对，就是说可能这个对于电影的这个背景的了解，比如说咱说的人本意义或者文本意义的。它背后的东西，那就需要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拓宽和了解，这也是观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下功夫的，是吧？对，这就是所谓的资深不资深，或者说有电影底蕴，这里边就是有这个了，有，嗯，什么区别？对，所以呢，欢迎那听众们，听众继续在评论里边给我们留下一些留言。对，那个怎么人们怎么去留啊？大概就是在那个你详细说一下，就是打开荔枝 FM 的界面，嗯，点开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评论的，点入的影音之后，这个就是评论的按键。哦，有一个评论文件，对啊，哦，就可以写了，在那个荔枝 FM 这个 APP 就是，啊，对对，就是因为你要有一个 ID 号嘛，如果你是外部连接的话，你没有 ID 号你怎么评论呢，对对，是吧，就是还是互动，对，是希望有一些这个反馈跟互动啊，那么这个节目就活水嘛，就是就活了，对对对，啊，可能大伙儿的一些评论互动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个促进，也是我们下期可能以后的背不住一个选题都可能，一个选题，还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片子只是一个题眼，对，提到以后陆续的追踪他其他的片子，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背景的东西，然后再去寻觅，再去看看。而且呢，我也希望听众在留言里给我留，就是目前这种就是每个人推荐一部电影的模式，大伙觉得怎么样，对吧？有意见，对，给一些意见，对对对，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大家再见，下期再见，拜拜，拜拜。